琵琶还想听，这个是舒伯特的名曲，这里面的书全部都是一个舒伯特的音乐家作曲的哦。这首叫做鳟鱼五重奏，鳟鱼五重奏，对，这是五，对，那个是五。我们很开心大家在玩。好，下一首，一五二三四，这个叫做军队进行曲哦，你看有没有很帅气，我们试试看看，听听看，大家像军队一样排排站，一二一二，对不对？妹妹你跑过来听音乐哦。下一首呢，这是钢琴三重奏第二乐章，这是乐，对，乐章也是快乐的乐。哎，你不要故意啦！啊，下一首，这首叫做月星之使。啊，李一琴，你不要来捣蛋，我们在听音乐。我不喜欢听音乐，捣蛋。好，皮嘞。这叫做第八号交响曲。李一琴。你不要，你看妹妹想要引起我们的关注，她觉得我们爱看书不理她，对不对？好，是最后一首。好了，我知道你也想听，那这一本给你听好不好？这本给你，好吧？嗯，这叫做圣母颂了，宝贝。那你最喜欢哪一首？妈妈，哥哥给你听。哇，哥哥说要给你听耶。好，那换妹妹，换妹妹选自己想听的。这是恶魔街圣母兽，好不好听？